大家应该都搭过计程车吧？新黄色的车是相当抢眼，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恭喜你得到冠军！喂，其实是谁？你没有看大大的小孩吗？这个是你店里的吧？ 有个警察事务官跑来找我，说你遇到一起求查案。陈景鹏有性侵前科，贾世忠性侵儿童前科。我上一个死者家里也有一本推理小说，这不可能是小孩。我猜，搞不好是推理社的吧。8月7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，敬请锁定台视卓剧场《滴水的推理书屋》。